虽然近期付费政策渐趋严格，但热门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最新财报仍录得可观的订户成长。根据公司数据，2023年第一季 Netflix 订户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惊人的933万人，总订户数更来到2亿6996万的新高峰。这个数字超越了外界预期，凸显 Netflix 在全球影视市场稳扎稳打的主导地位。过去一年， Netflix 为遏止账号分享行为频传出手，公司在部分市场推出额外会员付费方案，要求非同户成员必须额外付费使用同一个账号。尽管当初这项新政策引发热烈讨论，甚至不乏消费者质疑并扬言退订，但最新数据显示，这项改革政策在短期内未对 Netflix 会员招揽造成实质冲击。 Netflix 营运长 Greg Peters 在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重视总营收而非单纯订户人数。 Peters 解释，由于 Netflix 陆续在不同市场推出多种订阅方案选择，总订户数已难以准确反映实际营收表现，因此未来公司将公开不同区域的营收细节，而非如之前般公布全球订户总人数。这项改变或许意味着Netflix 正迈向更贴近传统有线电视事业模式。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反映出 Netflix 对会员忠诚度的信心，他们预期随着 Netflix 影视内容持续丰富，消费者仍将愿意继续订阅并接受额外收费。 Peters 在财报会议中也并未排除未来调涨订阅费的可能性，他强调，相较于 Netflix 所提供的娱乐价值，目前定价仍有上修空间。这番言论进一步凸显 Netflix 转向追求营收最大化而非仅重视会员数量的营运策略。总体来说， Netflix 最新一季财报可以说是稳健的好成绩，尽管政策收紧曾引发热议，但最终仍未影响订户留存，甚至创下新高峰。不过未来公司若欲持续维持营收成长动能，恐将更仰赖提升定价能力以及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会员期待的优质内容。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哟。感谢收看 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